曹大，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为了林强的事，你都两天没合眼了。曹大，这么熬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我和王爷在这等电话就行了。是啊。李安，去发协查通报。曹大，现在公开发协查通报找人，林强的身份可就曝光了。 醒啦！哦，哎，这是你叫？哎，你晕在酒店以后，雷姐想把你带走，我没让。要是你一睁眼又看到他那张脸，估计你又炸毛了。 我也不知道你住哪儿，就只能先把你带到我这儿了。谢了，在虎哥面前帮我说了几句公道话。你救了我，不管你是不是自愿，我都要还你个人情。来，你这干嘛呀？我们是逃犯。 逃犯出门是要伪装伪装的，不是伪装应该低调点吗？你这弄得花里胡哨的，是要把我往焦点上整啊？你得换风格，换了风格人家才认不出来你。哦，试试这个。这个啊，本来我是给自己准备的。哎，你别说，你戴粉色还挺好看的。瞅瞅。 确实啊，别说警察了，连我亲妈都认不出我。你不跟虎哥住啊？他怎么可能住我这儿？
心情好的时候隔三差五的来一次，有时候几个星期都不会来一次。那他住哪儿？我不知道，虎哥的事我还没雷杰和黑皮知道的多，他不让我多问。哦对了，虎哥答应留下你了，你就先在酒店的台球厅工作，就是陪客人打打球、端个酒水什么的。我那20万被没了，现在身无分文，当台球小妹能赚几个钱啊？再说我是为了什么跟虎哥混的，你们心里清楚。你别急嘛，时机到了，虎哥自然会缠你办事，你就先踏踏实实的好好在我这养身子。好看。我菜做好了，来吃饭。是啊，我们都准备给你开追悼会了。丁强，那么无情啊！你们肯定没想着找我。我手头案子那么多，哪有精力管你啊？跟你说过了，任务有风险，出了意外也是你自找的。哎，我在这上刀山下火海，九死一生的。你倒好，只会说风凉话。你们禁毒大队也太无情了吧！那你就别干了。那不行，杀程叔的幕后主使还没找到。程叔确实是聪子杀的。我听聪子和秋虎对峙过，错不了，但指使聪子下手的人不是秋虎。聪子只是收钱办事，也不知道是谁指使他杀的程叔。之前我们在医院也审过楚娇娇，他提到过是有人收买聪子杀警察栽赃秋虎。看来这件事可以初步证实了。聪子被秋虎弄死了，尸体埋在祭祀三国道林燕路往南四，反正四五公里左右吧。那天晚上月黑风高的，这我也差点被埋了。没有心情记具体地址，你们自己找找吧。林强，这次你辛苦了。哎呦，终于说了句人话。接下来警队希望你继续化妆侦查，盯紧秋虎，我会尽快派人来接应你。行，曹大，雷杰那个王八蛋虽然打了我一枪，但是我已经缓过来了，没多大事儿。我一定能完成任务。谢谢，大局。林强发了消息，确认聪子已经被秋虎灭口，我们找到了聪子的尸体，提取了指纹，基本上可以断定，杀害老程的凶手就是聪子。老程虽然是聪子杀的，但是背后指使他下手的人不是秋虎，是另有其他的势力买通了秋虎手下的人杀警栽赃，引我们盯秋虎。什么势力？目前还没有查清楚。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查清杀害程吉的幕后主使。我一定会查明真相，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整件事都牵扯到范主集团的利益纷争，一朝一夕还很难摸查清楚。我们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这正是我们这次找你来的目的。市局决定针对秋虎一案成立专案组，党委会已经通过了。我任组长，高局任副组长。鉴于你对案子最了解，我和高局啊一致建议由你来担任指挥组的负责人。是。阿涛啊，之前一些卧底人员的接头人，因为他们的关系都在警队，所以呢他们的身份很难掩饰，尤其是与卧底人员进行联络时，我们又很被动。林强执行的这项任务已经不是短期的卧底任务，案件又很复杂，所以现在需要你挑选一个与刑侦系统牵扯不太深又能够全力保护他的人作为接头人。小陈，你知道这个程景松在下面待了有多久了？一大早就来了，已经连续好几天了。好了，没事。你每天都站在这儿，是在跟我示威吗？不是。您虽然没批准我入队，但还留着我的档案，我心里就还有一线希望。草堂，我确实有私心。我想插手成熟的案子，我想找林强。但我申请进禁毒大队也有别的原因。程叔去世之后，我考虑了很久，我已经明确自己接下来的目标，我想成为一个像程叔像您一样冲在一线抓捕嫌疑人的缉毒警。很可惜，接下来你没有机会冲在一线抓捕犯罪嫌疑人。不过档案还是先放在我这保管，经组织商讨后决定。现在有一项比抓捕嫌疑人更棘手的任务，需要你加入。您的意思是，收你入队可以，你必须无条件接受这项任务。接受任务，谢谢草堂。打球可不能这样打，你把一桌的球打光了，他给你什么小费？那怎么样才能拿到小费啊？哟，旭哥，牛啊！哟，旭哥你太厉害了，能不能教教我？你是我见过的球神呢！啊！这台球小妹，哪撮大苗里起来的？这球打得不太好，给这么多小费。这是客人让我转交给你的，谢谢啊。不客气。倩倩，你可真有魅力啊，你这刚来就有客人送礼物。看着大小，不是戒指就是耳环。VIP？ 什么 VIP 啊？健身 V。
嫌你身材不好啊。小姐。啊。带您去找教练，坚持，请跟我来。再来一个。林哥，您的学员到了。好，那你先忙，您走了。他说：“来接应我的人，不会就是你吧？”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接头人。你怎么这么傻呀？做什么不好做卧底？大姐精神来，还有一场硬仗等着我们呢，我会陪你一起完成任务的。出了点岔子，不过你放心，货在哪儿，我已经摸清头绪了。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既然答应了马爷配合你做这事儿，要是完不成，我也没法向他交代。让马爷放心，秋虎接走的货，我一定毫发无伤的给他带回来。收到你的消息后，曹大迅速派人摸了豪庭酒店的底。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酒店的现任老板邱志明，也就是邱虎。邱虎表面上是经营酒店，实际上是以贩卖海洛因谋取暴利。这什么？马洪涛，中红跨国贩毒集团的大毒枭，常年窝藏在红网。目前警方未知他的真实面目。队里检验了汪珊珊的海洛因，已经确定了秋虎卖给他的货就来自于红网，秋虎应该就是马洪涛在岭南地区的托脚。没想到汪珊珊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这背后勾连着这么大的贩毒网络。秋虎于上个月接了一批货，这批货是什么，在哪儿，你需要去查清楚。局里对我们这次行动特别重视，已经成立了1027专案组。接下来你的身份将被严格保密，你的行动代号是玫瑰。这汪珊珊对自己还真不赖啊。这几个包加一块儿，得够我10年工资了吧？哈，哎，这人的命没法猜。上个月汪珊珊是大姐大，我是穷光蛋。今天
他穿着牢服吃牢饭，我搬进了他家，霸占了他的胜利果实。郎姐，对不住啊，妹妹我会替你好好享福的。这些是王倩的个人物品，你收好了。王爷已经把他网上的信息全部换成你的了，还有这个。哎，我住在汪珊珊家演王倩，那王倩呢？不会我演着演着，她突然跳出来跟我唱双簧吧？不用担心，虽然没有找到王倩的贩毒证据，但曹大让人验了她的毛发，验出了四斤大麻酚阳性，已经遣返回国了。王倩是美国人，你要好好练练英文了。那帮人小学都没毕业，懂什么英文？会几句骂人的话就行了。骂人的话我溜着呢。这是什么？王倩身上搜出来的，她是个口琴高手。吹什么口琴啊？赶紧学吧，这是任务。曹大为什么不让我直接查秋虎的贩毒证据？找他结的货干嘛？秋虎结了货才被栽赃杀尽，这批货极有可能是大宗海洛因，才会引起毒贩间的纷争。找货不仅仅是为了搜集秋虎的贩毒证据，曹大也想借此线索摸出背后更大的贩毒网络。你觉得秋虎会把货藏在哪？我不喜欢猜，我只相信我亲眼看到的。我这两天已经把豪庭酒店上下摸了个遍，只有一个地方我还没有进去过，我会尽快摸进去看看。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啊，下去。我是酒店员工，不能上来走动走动吗？你们领班没告诉你顶层不能随便上人吗？赶紧滚。哦。少斌，顶层是什么地方？怎么还有人守着？虎哥办公室的上边。哦，是顶层哪一间？不知道。你问这个干什么？要搞清楚老板的方位啊，不然想偷个懒开个小差什么的，这心里多不踏实。顶层除了虎哥之外还有谁能上去？雷杰黑皮能上去，还有些个金主归客户归往上干。球技不错啊，来一局。我打得不行，少斌打得好。哎，少斌，来陪老板打球。我只跟姑娘打，就你了。老板要打多少钱呢？不打钱。如果你赢了，那天你打我的事儿我就不追究。要是我赢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动手。什么事儿啊？动什么手？装傻啊？装什么傻？咱们俩是第一次见啊。你肯定是认错人了。认识这么多姑娘，怎么就看你眼熟啊？你这搭讪的方式太老套了，放手。
我改主意了，要是我赢了，你陪我一晚，嫁你出。装，再装。那天你打了我一顿，最后也是用这招收的尾。怎么，敢动手打人，不敢承认吗？放心，我还没到饥不择食的地步。张先生，我哥请你上去，我在办公室等你。那天见你不抽烟，想着你肯定对雪茄有兴趣。乌普曼，虎哥好品味啊！果然，行家。今天请显赫兄弟来，是想当面给你赔个不是。那天你见笑了，我那几个手下不懂事儿，闹了一场误会。我这个人忘性大，胡哥，你要是再提这事儿，那可就是骂我了。显赫兄弟跟四叔是怎么认识的？去年他有几笔账走得不干净，找我帮忙处理。老爷子仗义，之后就一直带着我结交各路朋友。四叔那茶馆三毛五分的小流水，还用得着老弟你出手？是账走得不干净，还是账上的货不干净？不清楚，我也不问。只要钱赚到手，具体的事情知道的越少越好，不是吗？下周我生日，在顶楼白居招待几个朋友，显赫兄弟也来。好事，一定到场。进来，胡哥，钥匙收好。那瓶红酒已经放仓库了。哥，那你先忙，我先撤了。不送了。红姐那几个不来咱这上货，是找到新卖家了。谁胆这么肥，敢在我地盘抢肉？我让人查了，红姐下面的人嘴很严，不肯吐出新卖家是谁。让主教教跑一趟。你干什么吃的？你有什么毛病啊？成天丧，这没结过横的啊，当个经理逮谁骂谁。经理其实就是个看场子的，在虎哥面前啊，他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下，就知道在下面的面耍。开心点，喜庆。他骂那姑娘谁呀？你说丁丁啊，丁丁就是 KTV 那边的服务员。这姑娘吧，平时也不爱说话，也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你送什么？你傻了吗？我怎么挣钱？我怎么挣钱？我怎么给你开工资？今天有大明星的新专辑签售会，我们早点下班一起去吧。不是你疯了？那个地方有探头又有保安的，你不怕撞见条子？
小心点不就好了吗？可以拿到亲笔签名，还能跟真人合影，机会难得。悠悠，胡哥说了，让你去红姐那边查一下。查什么？你查就是了，查一下谁卖给红姐的货。知道吗？我唱歌可好听了，我还参加过比赛呢。真的？嗯。你得了第几名啊？海选就被刷下来了。嗨，这种比赛啊，很多都是专业歌手去参加，你还要多练习啊。我也觉得，明年再去参加。你不知道现在呀，辣妈选手更有卖点，你肯定能红的。我以前最大的梦想啊，就是当大明星，我老幻想着大街小巷都贴满我的照片呢。现在我这梦想也快要实现了，只不过贴的不是明星照，而是通缉令。啊，前面右拐。我们不是去签售会吗？签售会得执行。不去了，去另一个地方。我们来这干嘛？别多问，一会儿也别乱说话。哎呦，红姐，哟，娇娇啊，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来的正好，来，坐下陪我打两圈。好嘞。我也好久没打牌了。你朋友？哦，我新认识一姐嘛，也在虎哥酒店做事儿。红姐，我们都多长时间没见了呀？你也不来找我，你好意思说？你这个小白眼狼还想着见我？跟了大老板把干妈都给忘了吧？干妈，求你说的，我不是来看你了吗？我心里啊可一直惦记着干妈呢。哟，刚诚心为我排呢。哟，这娇娇一来，红姐的手气都变好了。这牌运啊，就是跟着人心情走的。我陪干妈说说话，逗逗闷子，干妈一高兴，这手气自然就忘了，是吧，干妈？哼，就你嘴甜，死丫头！以后有空啊，多来干妈这里走走。干妈，那你也来豪庭转转呀。虎哥都问了，说红姐怎么不过来呀？都想她了。关系嘛，终究是旧的好。知根知底儿的朋友才叫人放心。看来这个红姐和秋虎不简单啊。打牌就打牌，嘴里别吐那些狗屁叨叨的东西。岭南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都是一个圈子里的，早晚会打照面。干妈，要不你把新朋友带过来，让虎哥认识一下。秋虎是死了吗？自己不露面，派个小丫头过来套我的话。我懂了，原来楚娇娇是来查红姐上家的。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犯了事，在这节骨眼上不躲起来避避风头，反倒有胆子来我这里打听我的上家。你说秋虎把你当炮灰使，你是脑子进屎了这么听他的话呀？楚娇娇，之前在酒吧驻唱的时候，你得罪了那些人，要不是因为我，你早不知道被谁扒光了扔到哪个桥洞底下去了。所以啊，在跟我说话的时候先掂量掂量自己到底几斤几两。打牌呀、啊，
这事跟我没关系啊！这么做还不全是为了你啊？是为了我。软话不管用，硬上咱拼不过人家。哼，这叫声东击西，曲线救国。你不就是想找个人吗？翻他手机啊！别说什么新朋友、老朋友了，祖宗十八代都能给他翻出来。对啊，你厉害了，厉害了！红姐这臭老娘们还真以为我治不了她。还不是被我搞定了，还不是被你搞定了！别再让我看见，再让我看见他，我让他吃不了兜，吃不了兜着走。哎，查人翻手机就行了，你偷他包干嘛呀？买新专辑去啊！现在排队买肯定是买不到了，咱们有钱了呀，大大方方的找粉丝去买，粉丝敢开价100，我们就有1000。拍死他！拍死他！我拍死你！我。虎哥找到是谁了吗？嗯，找到新卖家了。咱们得防着点人了。虎哥这性子，谁要抢他东西了，他能罢手吗？我说的不是新卖家，我说的是那个王家。他这次救了楚娇娇，又抢了红姐的手机，查出了新卖家，几次都抢了虎哥的彩头。你说虎哥要是重用他，我们又跟他有过节，他不得想办法踢掉咱们呀？踢掉倒是小事，之前虎哥那么狠，非要弄死他，他呢，死气白咧的就要跟着虎哥干。你就不觉得奇怪？那王珊珊出事以后，都是聪子主动勾着他交易的。他这人坑蒙拐骗，什么都干，下作的很，所以不可能是条子。这个酒店里的人吧，表面上叫我娇姐、老板娘，其实背地里骂我骂的难听着呢，都盼着虎哥哪天把我给踹了，等着看我的笑话。你不一样，你对我好，但我知道你对我好是有目的的。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嗯，你说什么呢？你少给我装蒜了，我早就开始怀疑你了。褪去了懵懂，换上了笑容，带刺玫瑰绽放深的红。不逃避，不去想，不怕痛。黑夜中的梦，翅膀下生风，追逐心中不灭的火种。想着爱，想着有向前冲，
触摸着茫茫人世繁华，落尽寒雨，抽到底。